女星意外怀孕的新闻是层出不穷，为了打破这一传闻，他们也是费尽心思，使出了千奇百怪的非常手段，最主要是秀出自己的美丽身段和身材，不仅要告诉外界姐没怀孕，还要公告天下姐美傍晚。第一招，高跟鞋。最近小笼包陈妍希自从承认了与霍尔陈晓的恋情，很快就被传出怀孕一事。9月12日，陈妍希脚踏10公分高跟鞋走上台，似乎是想要打破怀孕传言。再加上她穿着贴身 A4 黑色短裙，小腹平坦模样一目了然。周迅被曝疑似有身孕，在发布会上脚蹬粗跟高跟鞋，让人难辨是否有孕在身。在群访时，周迅笑说，这两天有新闻又说我怀孕了，但其实没有，因为本来我今天想在台上翻两个跟头，但我今天穿的是裙子啊。第二招，秀小腹。前段时间张柏芝来到湖南长沙录制某节目，进场时她看到粉丝们在门口等候多时，热情地打招呼，面对粉丝的镜头她时刻保持微笑。尽管是简单的外套配白 T 恤，但张柏芝的好身材依旧显露无遗，证明自己并未如传闻所说因怀孕而发福。第三招，做运动。9月6日晚，陈妍希通过微博晒出一组攀岩的照片，并称攀岩太难会晃，不抓紧会被撞到地上，稀饭快来接住我。照片中陈妍希着黑色紧身裤，手脚运用努力往上爬，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再次身体力行地辟谣怀孕传闻。2014年，谢娜被曝已经怀孕，好友何炅随后在微博上更新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谢娜又跳又跑，身手敏捷，似乎借此澄清怀孕传闻。网友留言说，这辟谣也是绝了，看来女星们为了证明没有怀孕，真的是用生命在辟谣啊。女星意外怀孕的新闻是层出不穷，为了打破这一传闻，他们也是费尽心思，使出了千奇百怪的非常手段，最主要是秀出自己的美丽身段和身材，不仅要告诉外界姐没怀孕，还要公告天下姐美傍晚。第一招，高跟鞋。最近小笼包陈妍希自从承认了与霍尔陈晓的恋情，很快就被传出怀孕一事。9月12日，陈妍希脚踏10公分高跟鞋走上台，似乎是想要打破怀孕传言。再加上她穿着贴身 A4 黑色短裙，小腹平坦模样一目了然。周迅被曝疑似有身孕，在发布会上脚蹬粗跟高跟鞋，让人难辨是否有孕在身。在群访时，周迅笑说，这两天有新闻又说我怀孕了，但其实没有，因为本来我今天想在台上翻两个跟头，但我今天穿的是裙子啊。第二招，秀小腹。前段时间张柏芝来到湖南长沙录制某节目，进场时她看到粉丝们在门口等候多时，热情地打招呼，面对粉丝的镜头她时刻保持微笑。尽管是简单的外套配白 T 恤，但张柏芝的好身材依旧显露无遗，证明自己并未如传闻所说因怀孕而发福。第三招，做运动。9月6日晚，陈妍希通过微博晒出一组攀岩的照片，并称攀岩太难会晃，不抓紧会被撞到地上，稀饭快来接住我。照片中陈妍希着黑色紧身裤，手脚运用努力往上爬，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再次身体力行地辟谣怀孕传闻。2014年，谢娜被曝已经怀孕，好友何炅随后在微博上更新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谢娜又跳又跑，身手敏捷，似乎借此澄清怀孕传闻。网友留言说，这辟谣也是绝了，看来女星们为了证明没有怀孕，真的是用生命在辟谣啊。